要出年见啊！你估佢下一站会去边啊？下一站应该去边度好啊？系台湾？系日本？系英国？去英国要好耐喎。去中国？嗯。啊，你依家呢度系香港。系啊。中国都仲要去。系喎。日本都要去。台湾又要去。系咪啊？哇！掉头啦！咧，佢掉头啦！佢掉头啦！你看到摩天輪啊？對了。為什麼看不到的？嗯。摩天輪。哪裡有摩天輪啊？這裡。Where is the 摩天輪？轉轉轉轉，哇，呢？多煙啊？好似有去。對啊，這個真是車，這個真是船頭來的，這是船頭，所以它要轉。佢要轉啊，轉個船啊！轉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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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勁啊！哇，好大架船啊！哇，你都見到紅色摩天輪咁型啊！真係勁大架船喎！好犀利喎！係啊，佢要掉頭啊！哇！你幾大架船？呢度是香港邮轮码头，今天看到一个劲大架的邮轮拍咗埋我，跟住之后原来佢噗噗噗，跟住就要启航啦。那个邮轮个名呢，就叫做。看不到的字，真的啊！个邮轮个名叫咩啊 ？Spectrum of Seas 是咩啊？那叫咩啊 ？Special of Seas 啊！哇，好长啊，劲大噶！哇！你估佢哋会去边度冒险啊？喺邮轮上面可以做咩啊？珍珍，今日好感动啊！我姐姐咧望住邮轮嗰阵时话，佢要大学毕业啊！妈妈问佢点解，佢话。等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可以带妈妈嚟坐游轮喺呢度上岸上船，仲要带埋爸爸同埋细佬啊！跟住妈妈同佢讲，其实依家妈妈都可以带你去坐游轮噶，随时都得。
不過依家因為驚新冠肺炎 COVID-19， 所以我哋都係乖乖留喺岸上面安全啲，因為一上到遊輪有咩事就要俾人隔離噶咯。啊 ，Lisa， 呢個遊輪叫做 Spit Trump's Seas， 點樣串啊？我真係散光睇唔到。好啦，拜拜遊輪。